多女性朋友问我关于美容的问题，其实面部刮痧、按摩、持之以恒都可以起到美容的作用，但大家还追问我有没有食疗方。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法宝，它很便宜也不难弄，但贵在持之以恒，一周一次，平淡中见功效。它的名字就叫做五色天然养颜中。请大家准备五种材料，分别是黄豆、绿豆、黑豆、赤豆和紫米，各30克，放在一起煮，最后加入红糖、红枣即可。这个配伍啊，五脏六腑全都顾及，寒热搭配，四季皆可服用，不凉不燥，不伤脾胃，也不增淤堵。大家来看，其中黄豆补气健脾，绿豆清热解毒，黑豆滋阴养血，赤豆消胀利水，紫米养心安神益精，五种材料都是寻常之物，超市里都可以方便购买得到。明天起就煮起来吧，关注庞教授，学点中医知识，美丽健康多一点。